的资料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去分析说，哎，这一次的喷药的一个作为，它是不是成效是正向的，或者它其实没有有效的下降它的一个相关病例数，那可能的原因我们就会在细部去追查，那追查出来可能就觉得是有隐性的一些环节，我们就可以告诉市政府说，或许这些地方要深入的去追查。